陛下，陛下，回秦国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晕倒了？朕这是老毛病又犯了，恐怕还是得找白的。闭嘴！陛下，神境之力对您的影响竟会如此之强，咱们还是要找到真师，才能为您根治头疼之疾。朕休息一阵便好。凌云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太医家各种法子都试了，可是丝毫不能减轻陛下的痛苦。之前白大人替天妃娘娘治疗，臣看十分奏效，说不定也能替陛下缓解头疼。唉，可是陛下怎么也不肯请白大人前来。天妃娘娘有令，命我带白大人速去广阳宫给陛下看着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是。一下。白大人，请吧。娘娘，白大人到了。娘娘。陛下怎么样？情况好转了吗？陛下现在平静了许多，只是还需要休养，还请娘娘近日多加照看。白露，你可知罪？我和娘娘说过，我和她并未有奸情。娘娘试想，若臣真与人勾结，您受月氏之毒折磨时，臣大可弃您于不顾，但臣心中确实有个疑问。娘娘可认识那人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若无事，臣先回天牢了。陛下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你也不必回天牢了，就在宫中囚禁吧。来人，把白露押去偏殿。白大人，请吧。